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在第22句，今故恤寡，敬老怀忧，这一段里面，注解引用《华严经》上一段话，《华严经》上说：“愿一切众生发菩提心，具足智慧，永保寿命，无有终尽。愿一切众生。”具足修行，立老死法，一切灾毒不害其命。这是第二句。第三句是愿一切众生具足成就无病老身，寿命自在，能随意住。下一句是愿一切众生得不老不病，常住命根，勇猛精进，入佛智慧。这个四愿都是我们世间一切众生念念所希求。能不能求得到？当然可以求得。如果求不到，佛决定不说这些话。佛如果讲的这些道理，我们不会懂，所说的方法我们做不到，那佛这种说法了，就不奇迹了，就叫闲言语了。怎么能够与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无语相应？所以由此可知，经论当中字字句句都是我们能力可以理解的，可以实现的，这个才算是真实的教诲。这第一句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发菩提心，换一句话，四种愿望都是以菩提心为根本呐。不发菩提心，我们想生极乐世界也去不成。无量寿经明白的为我们开示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条件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八个字。我们今天的念佛堂24小时不中断，不是7天70天的，长期的，这是一项专念做到了。如果没有发菩提心，还是不能往生。一天24小时不间断念一辈子都不能往生。我们不能怪佛，佛讲得很清楚
讲了八个字，你只做到四个字，啊，做得再圆满，也不过是50分，还不及格呢。可见的发菩提心重要啊！啊，什么是菩提心？真正觉悟的心。啊，觉悟什么呢？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明白了，清楚了。真相是什么样子呢？金刚经上讲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是诸佛菩萨所看到的真相。啊，再说的粗显一点的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业因果报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因果相续。绵延不断，这是事实真相。更深一层的，佛给我们讲了，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。这是讲到更深一层的，都是说的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明白了，这叫菩提心呐。明白之后，最重要的是帮助自己求解脱，如何脱离六道轮回，如何脱离十法界，跟诸佛菩萨一样生活在平等一真法界之中，这才是真正的觉悟，这是真正的菩提心。不但要帮助自己，还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。觉悟的人，在这个世间，诸位要晓得，相当辛苦的啊，不是你们想象，觉悟的人一定很自在很快乐，事实跟这个恰恰相反，觉悟的人受尽一切冤屈，受尽一切侮辱，受尽一切折磨，这些委屈、侮辱、折磨从哪里来的呢？从不觉众生那边来的。你要能受得了啊！不但在佛法里，世法里头也是如此啊。
好人受人欺呀。这话不是常说吗？好人受恶人的欺负。好人怎么样呢？好人还是做好人，好人甘愿受欺负，而且一点都不埋怨，那才叫好人啊。好人是个明白人呐，跟这些不明白的人相处，好人还要帮助他回头，帮助他觉悟，还要受他的折磨，受他的委屈。不是真正觉悟的人，做不到啊。唯有真正觉悟人，心地真诚、清净、平等，大慈大悲，都流露在生活上。迷惑颠倒的人看不出来，谁能看得出来？佛菩萨看得出来。佛菩萨安慰他，佛菩萨暗暗当中护持他，自行化他了，为一切众生消灾免难了。我们发心要做好人，好人很辛苦啊。具足智慧，这是真的。发菩提心的人，智慧才现前。我们一般人想发菩提心而发不出来，原因是什么呢？业障。业障碍了。业是什么呢？造作，一切不善的思维，不善的造作，那叫业。业障碍了我们的菩提心，所以菩提心不能现前。道理就在此地。那么我们造一切善业行不行呢？善业也障碍了菩提心。这个话怎么说呢？你这个善不是真善，你这个善是善恶之善。善恶之善不行，无济于事。善恶之善只能够得三界有漏的福报，不能开智慧。所以佛教导我们断恶修善，这个里面不夹杂分别执着，那就叫真善。分别自己的意思，执着自己的厉害。换一句话说，要把自私自利、自己的见解、主张、成见统统放下，这样断恶修善是菩提心，
这个样修行才开智慧呀，才具足智慧，智慧现前才永保寿命。诸位要晓得，我们每一个众生呢，不但是人呢，每一个众生呢，都是无量寿啊！大家不要以为我西方极乐世界是无量寿，我们这里就没有了。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无量寿，这佛在经上讲话就讲不通了，就自相矛盾了。佛法是平等法吧，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，这里短命，这就不平等了，那哪里叫佛法呢？所以我们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样啊，个个都是无量寿啊，只是我们迷惑颠倒，不知道啊，不晓得自己有菩提心，不知道自己有无量智慧、无量寿命，所以才叫做可怜明者。无量智慧、无量寿命是修来的，不是的，自性本具的。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？你不能觉悟。问题在这个地方，一觉悟一回头你就得到了。今天许许多多人包括美国人在内，前天哪个同修给我看了一个消息，美国的预言家在解释世界灾难，我看到那个图片，不少人在听啊，可见的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大灾难，全世界的灾难要来了，哪个人不害怕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？世间有一些聪明人，实在讲，这种聪明人很多，随时随处我们都会遇到啊。他在定中见到，在梦中见到，在修学过程当中见到，也有在生活环境里面见到，但是都是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所以忧虑恐怖而不能解决问题。唯独佛法清楚啊，尤其是大乘佛法，所以佛法称之为宝。我们体验的越来越深刻了，真的是宝啊！唯有宝才能解决问题。这些灾难鸡毛蒜皮，小事一个，佛家讲的大三灾那是真正大灾难，水火风三灾，
能够摧毁初禅、二禅、三禅天。那才是大灾。那个大灾呢，在佛法里面也算不了什么。会了不受灾难，真的是无量寿啊！不会的人，他要接受这个灾难。好像是有生死啊。寿命有长短了，这些幻象总离不开妄想分别之处啊，所以离开妄想分别之处啊，就是永嘉大师正道歌上所说的觉后空空无大千。佛法，尤其是大乘佛法，自始至终啊，没有别的，就是教我们觉悟啊。佛法教学虽然三个目标，以转迷为悟为第一了。为主要的目标，只要这个目标达到了，可以说前后两个目标自然就完成了，转恶为善，转凡成圣，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关键呢，在转迷为悟。这是佛家常常标榜的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千言万语，千经万论，总离不开这个原则。所以发菩提心就非常重要了。真正菩提心现前，无量寿就得到了。何以故呢？决定往生啊，一念十念都能得生啊！不发菩提心，一天二十四小时念一辈子都不能往生；发菩提心，一念十念都能往生。经里面的字字句句，他的意思都要搞清楚，都要搞明白。第二愿，愿一切众生具足修行利老死法，一切灾毒不害其命。这不是现在我们大家所需要的。修什么方法能够利老利死呢？利劳利死，这里头还有一个不是漏掉，是省略掉病。利劳病死，不劳不病不死，有没有人做到呢？做到人很多很多。
啊，念佛往生的人，站着走着的，坐着走的，啊，走的时候给亲戚朋友辞行，他那不是死，他没有死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活着往生的。这个诸位一定要清楚啊，这是个不老不病不死法了。怎么个修法呢？以无量寿经修学就成功了。你要想以无量寿经修行，首先你对于经典的文字要熟悉，熟读啊。第二个要深解，第三个落实到自己生活上，这问题解决了。老病死都离开了，一切的灾毒，这一句话完全讲我们现在社会状况，灾难病毒啊，这个病毒就是瘟疫啊，传染病啊，都不能害你啊。我们面对现前这个环境，恐惧不能解决，千方百计来预防也不能解决，防不胜防啊！唯独依靠圣教，依靠佛菩萨真实教诲，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些苦难。所以佛教给我们读诵大乘，特别是我们学教的人，是发心弘法利生的人，读诵大乘是我们最重要的课程了。读诵里面包括研究讨论，你们同学现在在此地修学，这种修学环境世界第一稀有因缘，你们不能掌握，过失在你们呢。我过去在台中修学十年如一日，没有间断的。但是我们的环境跟你们相比，天壤之别。你们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下。我在台中同学七个人，志同道合的，我们十年在一起，七个同学。我们每一个星期只聚会一次，三个小时在一块研究讨论的，因为每个人有家庭有工作，不能天天聚会，你们天天聚在一起
所以你们如果像我那个样的学习，至少你们一年等于我的七年，你们两年等于我的十四年，这是实实在在的话。我在台中十年，你们在此地一年半载就完成了。不能够善用这个机缘，那就可惜了。不是没有福报，大福报。但是大福报来说，不会享，不会享福，还在里面生烦恼。这个可惜。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了，好学心切，你们就差这四个字。真正具足好学心切，你对时间一分一秒都不会让它空过。所以同学在一起聚会，时时刻刻都在研究讨论。我们学讲经，一个讲，几个人听，听完之后提出意见，提出批评，帮助改进。这个帮助改进不是帮助一个人的，所有的人都得帮助。每一个人都提升境界，哪有空闲的时间去打妄想？这个才叫真正的办道啊！尤其诸位都从外地来，到新加坡来是做客，时间是比什么都宝贵呀！真是现在人所讲的分秒必争呢。我们才能够成大功，建大业。这个大业，如来家业。其只是保寿命，不受灾害而已。希望我们同学们要深深体会如来真实意义，认真努力依教修行，自利利他，这一生我们就没有空过了。过得有意义有价值，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